咱们赶快想个办法。
民不知可有此事。我朝自奠鼎以来既有惯例，何用老夫传谕照发奉迎之说呀？老大人，三日未来不知其详，卑职已写奏折，请皇上取消八旗子弟特权，让其自谋生路，以利国计民生。八旗祖先曾以血咒之躯杀出了大清江山，如今八旗子弟享受荣华富贵乃是理所当然。可如今八旗子弟只知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男不知耕战，女不习纺织，创业守成之志丧尽，好逸恶劳之心日生，此乃国之大弊，民之大患啊！哼，一个小小的军机张京，竟敢议论祖宗之法！大清三百年的祖宗之规，岂能容你改变？时局在变，岂有法度不变之理？取消俸银之事，已有皇上御批。皇上御批，我怎么不知啊？御批奏折，现在卑职书案，待我取来。
怪不得如此蛮横无理。哟，韩大人，说话干嘛带刺儿啊？阴阳怪气儿。你是？你别问，我自报家门，他是我儿子，这是我当家的，咱家我就是在太后老佛爷跟前儿当差的大公主。好一个朝廷命妇宫中贵，怀大人，你口口声声祖宗惩罚皇家规矩，今天他二人擅闯军机重地，无理取闹，请问这祖宗惩罚何在？皇家的规矩何存啊？韩世忠，家有你没我，我跟你拼了！知道，你们不懂。眼看着列国瓜分，社稷不保，我是痛心疾首，寝食不安呐。可你们都在想些什么？彼得辩证使沙俄强盛，明治维新使日本振兴，我们就不能也来个变法图强吗？我下诏明定国事，举国欢庆，可是你们不赞成，不高兴，敷衍我，搪塞我，如今干脆抗旨不遵了。惩治这新政如何推行啊？来呀，给我拔去怀塔布双眼花翎，以示警戒。谢皇上恩典。都给我下去。扎
上有牵制，下有阻挠，孤立无助，心正坎坷呀。请皇上，若不将这些昏庸大臣革职，新政难以实行。请皇上，林大人之言甚是，皇上定要秉掌实权，树立治国之威，方能使变法成功。韩信，你有何良策？快快说。Thank you.
皇上听信谭嗣同的山货，把八旗子弟的俸禄给免了，把孩子们的金饭碗都给砸了。您瞧，这是皇上的御批。八旗子弟支领奉迎，乃是祖宗的惩罚，这怎么能废呢？是啊，为此臣请皇上承太后此意裁决。恕了，皇上他大怒，皇上把当家的双眼花翎被拔了，老佛爷您瞧了，这往后的日子我们可怎么过呀？是啊，谁让你们眼里没有皇上，谁让你们抗旨不遵，如今皇上当政，皇上做主，你们把玉批给我裁决，是要人家说我专权，说我罢老佛爷，这个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呐、啊！您要是不管，岂不让乱党为所欲为了吗？可不是嘛！老佛爷，荣大人刚从天津赶回来的。好，如今皇上把谭嗣同看作是新政的栋梁之才，又突然晋升了袁世凯为兵部侍郎，荣禄臣在。宣你上京也是为了让你看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。老佛爷的意思臣明白。老佛爷，谭嗣同何止是推行新政啊，他勾结南方会。亲爸爸，八旗子弟依仗俸禄养尊处优，骄奢淫逸已成了大清的隐患，儿臣之意让他们自食其力，故而免其俸禄，请亲爸爸圣鉴。我早已归正，你是皇上当然是你当家，只要不违背祖宗惩罚，一切你看着办吧。小李子，老佛爷，把玉批还给皇上。唱亲爸爸，刚才总理衙门又呈上了沙俄强租旅顺、英国强租威海卫、法国强租广州湾的文件，各国公使限期承认，不准改动一个字，您看如何是好呢？你是皇上，你拿主意吧。我想这一回我们不能再让步了。你不让步又怎么着？还像甲午年那样惹恼了洋人再起祸端？没办法，那就
吧。那你看着办。孩子，你不是说让我召见袁世凯、谭嗣同吗？这会儿就让我看看他们。好。宣袁世凯、谭嗣同。好。袁世凯、谭嗣同今天呢？明是圣解，谭嗣同，你真是用心良。
太后，休看谭嗣同巧言善辩，一片忠心，其实他与孙文兴中会早有勾结。这张谭嗣同与孙文的合影便是罪证，请老佛爷明鉴。
着您来的呀？老佛爷，当初劝您不要答应他们的变法，您说以退为进，让他们闹上几天，可如今眼看就要不可收拾啊。我看他们还能闹上几天。对，先将谭嗣同、康有为两个收拾掉，这朝廷也就太平的多了。康有为、谭嗣同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如今他们倚仗着谁闹得这么厉害？老佛爷，可皇上现在已经不是跟您一个心眼了。是啊，老佛爷，您把皇上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真是慈恩如山呐。可是皇上可没把您当作亲娘看待。谁要让我一时的不顺心，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。老佛爷，臣有一计，叫他一辈子不痛快，又可以掩天下的耳目。哦，待等九月北洋三军清仓之时，请太后带皇上到天津阅兵，臣命北洋三军实行兵谏。实行兵谏？对，叫皇上退位。到那个时候，新任群龙无首顷刻化为泡影。老佛爷再度垂帘，城外众望所归。请老佛爷恩准。小李子，老佛爷，今个晚上什么戏呀？老佛爷，您还没点呢、啊、那就来出安天会吧。安天会、嗯、好戏好戏，孙猴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。好戏好戏，您真高。微信变法
法卓有成效，皇上励精图治，举国无不称颂，荣禄想废除皇上谈何容易。不，此事看来确有可能。明定国事以来，后党百般左脑新政，肆无忌惮。自从皇上罢免怀塔部之后，两宫矛盾更深，太后废除皇上只在早晚而已呀。康老师言之有理，我们必须早做准备以防不测。康彪啊，时才见他鬼鬼祟祟约墙而过，是我紧跟而上，用飞镖将他打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我说小的奉了怀塔部之命前来刺探蒋大人们的言行动向，一一探明回报。我砍了你！此乃重犯，待等查明之后再行处置。康老师，此乃京城元顺镖局的掌柜，江湖上有名的大刀王五爷，思彤跟他学习武艺已有20多年了。王五爷威震南北，久闻大名，真是幸贵呀。康老师，3年前公车上书名震海内，不愧是维新的首领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将他压下去，老五哥。情绪何事惊慌？这是皇上密诏，康老师请看。朕为饥不饱，命康御四卿所设法筹救。轻举妄动，要三思而行啊！
不做二不休，只有破釜沉舟方能成功。福生言之有理，事到如今也只有破釜沉舟才能挽救危局了。福生之计颇有胆识，只是我等手无兵权，不能调动一兵一卒，如何行事呢？争取将帅一事，我倒早有考虑。眼下精进统帅劲旅者只有一人，方可一试。康老师所指何人？袁世凯。袁世凯。袁世凯与荣禄私交甚厚，未必可靠。果然，袁世凯掌握精锐部队，此人倾向维新，可以争取。只是荣禄虽返天津，却又派人监视袁世凯，他岂能够听信你我呢？袁世凯受皇上恩宠，前日破格提升兵部侍郎之职，荣禄派人监视于他，正是不信任之举呀。我等前去说相，小以大义，率兵请王以报君恩。不行，我等贸然委以重任，太冒险了。林大人之言虽是，怎奈事急燃眉，迫不得已启用袁世凯，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啊。救驾之事非他不可。非他不可。别无二人。别无二人。Thank you.
传来的。你君蒙圣眷，荣升侍郎，鸿城万里不可限量，唯望感激之余须念及太后慈恩，请训后苏来天津有要事相商，请大人回殿示下。哦，先不忙。
国事朝政。哦，国事朝政。世凯尚未外出拜客，消息闭塞，未曾听说什么。韩大人，你在军机张京上行走，想必是听到了什么。闻听人言，荣禄大人命聂氏成军队移驻天津，命董福祥军队移驻长辛店，不知为了何故。此事哦，想必与外国军舰近日在天津公海附近游弋有关。哦，啊大人，你以为皇上如何？当今皇上乃旷代之圣主，圣上待你怎样？世凯三代受恩，此番又蒙破格晋升，皇恩浩大。如果皇上有难，你当如何？效忠皇上不惜肝脑涂地。效忠皇上，世凯若不效忠皇上，皇天不容。不过圣上乃万圣之尊，何难之有呢？哎呀，袁大人呐、司同得以消息，荣禄等密谋在九月天津阅兵之际发动兵变，废除皇上晋升。荣禄准备在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，正是。依世凯看来，此系谣言，不可轻信。袁大人有何高见？世凯乃荣中堂部署，平素时常相见，言谈之间歪察其意，尚有忠义之心，故而迎之。哎呀，袁大人呐、你光临人因何心肠难，眼察两宗一鬼面堂前，你送君安我世凯定不与他甘休。袁大人深明大义，真乃国家之幸。那荣禄所持者北洋三军而已，董聂二军居不足道，唯有大人所练新军乃是精锐之师，故而今日只有大人能救皇上。国家多事，君王蒙难，世凯纵然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乃当世奸雄，老谋深算，只恐不易束手被擒，况他素来待你甚厚，足下何以待之啊？世凯但知忠君不二，只要圣上传旨，朱荣禄如杀一狗。好，慢，天津乃各
国通商要地，贸然诛杀总督，中外官民舆论哗然，那时将何策解之？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，袁大人，思同此来受皇上重托，如圣上诏书，世凯不敢贸然行事。袁大人，你来看。朕位己不保，命康宇四卿速设法筹建。袁大人，圣上有难，你我救驾有责，义不容辞。不知谭大人怎样的安排？你
甲午战败，举国悲愤，多少知识人文奔走呼号，力图维新。如今皇上发愤图强，立志改革，我中华古国刚有复兴之望，却又遭奸党阻扰。如今新政危在旦夕，圣上安危难保，如今能救皇上者只有大人。
中来电，奉总督大人之命，军队移防天津完毕。董富强来电，军队遵命调防长辛店完毕。袁世凯那里可有消息？没有消息。哦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具有密电报来，今日忽然音信渺然，不知是何缘故。是，我正为此事心中不安。莫非不要妄自猜疑，若有消息即刻来报，不许有片刻的耽误。是。袁大人前来求见。在袁军中坚守之人可曾同来？袁大人随带护卫数十人，坚守之人不曾同来。哦，他未曾同来。其中必有变故，侍卫们走上传袁世凯。总督有令，众侍卫走上袁世凯进阵呐、啊。
算何意？荣大人，这是谭嗣同昨晚交给我的密诏，那维新党不过是以卵击石，玩火自焚呐！卑职素蒙太后慈恩，又受大人的栽培，深感此事关系重大，特来听候您的发落。如此说来，你今晚到此乃是密告，听候您的指教。那么刚才今晚之举，是为瞒过帝党的耳目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冒犯大人的胡威，望其恕罪。好，你立下了盖世的功勋，朕乃大清的忠臣，快快请起。谢大人。来呀，看茶。慢，大人，时局紧急，迟则生变。对，待我连夜赶赴一个园，请太后做主，捉拿叛臣逆党。大人所言甚是，那叛党之中，谭嗣同武艺超群，必须多派精兵捉拿，勿使他落网。好，我即刻启程。大人，这总督府不可一日无主啊。袁世凯，
起来，起来。皇上。真妞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就不要那些个臭规矩了吗？哎，皇上，请用膳汤吧。皇上，您又一夜没睡呀？您要多保重身体，将来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真妞啊，几天来我给康有为、谭嗣同连下了两道密招，至今还没有消息，是走漏了风声。皇上，康唐二卿足智多谋，对能想出良策挽救危局，您不要太忧虑了。启奏皇上，谭军既有密折奏上。没想到吧，
袁世凯上荣禄那儿把你们全给卖了。亲爸爸，孩儿，我没做伤害您的事。
可落在他人的手中掌。事关重大，千万谨慎啊，请皇上尽管放心。写好，请亲爸爸圣鉴。现在该怎么处置你呢？孩儿有罪，听凭处置。你的气还不小吗？你们知道有一种叫持枭的鸟吗？它刚生下来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哀哀待哺。有老持枭一口一口的喂养长大，可是一旦羽毛丰满，它就用尖嘴利爪咬它的母亲，吃它的娘啊。
太后，新政百日，天下共愤，大臣们纷纷言道，取消一切新政。对对对，大臣们都纷纷的恳请太后再次的训政，以保大清的江山。是啊，孩子们都等着您呐、啊，再度垂帘呐、啊。你听见了没有？天怒人怨，罪恶满盈。食材大臣们替你写的诏书，念。撤。朕患重病，难离朝政，应念社稷为重，再三欲请太后训政。皇上，年富力强，龙体无恙，奴婢恳请老佛爷三思而行。你真敢强自出头，你知道违背祖训干预朝政是什么罪过？奴婢罪该万死，只是恳求老佛爷息怒，皇上并没有半点伤害您的意思。不是他的意思，那就是你的挑唆，你干预朝政挑唆皇上，我先治你的胆。奴婢是个直肠子，当面怎么说，背后还是怎么说。皇上的威信是为了大清江山，是为了不会亡国，是为了不再受洋人欺负，是为了把我抛在一边，让他独断专行，是为了让你做他的皇后。金庸啊，老佛爷既然把皇上培养成人，您就应该让他管理国家大事啊。我偏不让他管又怎么样？那将是中国振兴之望毁于一旦，将要断送大清王朝的江山啊。瞧不瞧，你这心爱的人成了我的婆婆，倒教训起我来了啊！可说的对不对？说，对不对？老佛爷，皇上在摇头呢，他说不对呢。儿臣不知道。不知道，给我掌嘴！啊，亲爸爸，君贵妃年幼无知，出言不逊，望您千万开恩饶恕吧。怎么，还没打你就心疼了？今儿个我偏打给你看看，小李子。老佛爷。掌嘴！掌！真主子，恕奴婢我放肆了。住口！掌嘴！你站住！何去见人非好，打入冷宫？是。皇上送往瀛台，多派几个人好好的伺候着。站。
能。皇上，奴婢在这儿伺候着您呢。
见字速逃。闻言，圣上已被囚禁，太后再度垂帘呐。圣上有难，我们速速前去救驾。不行，皇城巡查严密，欲救皇上为时已晚呐。复生啊，赶快随我一同离京，此事重大，必须马上通知康老师与梁大人。啊，康老师、梁大人，由我前去告知。有劳不告。
乡亲，对不起百姓，也对不起夫人。Thank you.
曙光线，何日天地方，我愿将笔写作民间真实风光。
从深信变法总有成功之日。罗生，把我的著作取来。司同有负这把宝刀，请五哥再赠有志之士吧。复生，卓鲁，这是司同历年有关变法的著作诗文，托付于你，日后若能为变法所用，司同随死有生。你放心吧。天已大亮，你们快走吧。老爷，他们来了。五哥，夫人，快走。夫人，夫人，thank you.
想当初你进京之时炙手可热，可如今变法已成泡影，你回也不回。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，从无后悔二字。大清三百年的祖宗之规，岂能容你改变？过了时的祖宗之规，终究是守不住的。中国早晚要变法图强的。来呀，要开刀问斩！Ha ha ha!